位記者朋友，各位入場人士，歡迎來臨2014香港高級視聽節開幕典禮。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ng Kong High-End Audiovisual Show 2014 Opening Ceremony. 首先，有請音響技術總經理錢友基小姐致歡迎詞。To begin with, let's give a warm welcome to Ms. Rebecca Chin, our organizer, audio technique manager, to have her opening speech. 早晨，大家好。咁快又一年又喺度大家見面啦。今日又係我哋嘅2014香港高級視聽展嘅開幕。這個亦都係我哋音響技術主辦嘅高級視聽展。首先我都想轉 channel 同啲鬼子佬 say hello。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Hong Kong High-End Audio Visual Show. Actually, our show is moving towards to the International Summit, so feel free to enjoy the show. 今年是我們香港高級視聽展的踏入第12年的了。除了CES 或者慕尼黑 show 之外，在亞洲地區我們這個發燒友的視聽展呢應該是最大的了。我希望都為我們香港帶來多些增光。今年我們在招展的期間，除了我們本地的代理商之外，有好多我收到很多的inquiries 是海外的廠家，他們都很希望來到參與我們這個展覽，但是奈何我們的場地有限，還有很多東西未配合得到，那我都跟他們說是遠距，希望他們只來參觀，就拿多些經驗之後，或者找到一些好的合作夥伴才再來我們的展。今年我們的視聽展很多產品即可以說是琳琅滿目，還有很多 在 AV 方面是香港首次展示的，是杜比 Atmos、 杜比全景聲和 Oral 3D 的360度環繞聲系統，兩聲道的產品亦都價值連城，揚聲器有很多很多都是首次曝光的，黑膠帳盤啦，成個百款的耳機、解碼器和一些個人的數碼產品都是可以在我們這個 show 度一一展示或者最新的發布。在這裡我首先除了是要多謝各大的代理商、廠家精心的安排之外，我們最感謝最感謝的就是在我左手邊我們的票務前邊的長期支持我們這個展的發燒友，每年一早一早就到嚟排場等候進場，我哋可唔可以一齊俾個掌聲佢咧？多謝你哋支持。下嚟我想我哋嘅執行編輯大草哥講講今年軟件方面有啲咩新發展，好冇？其實咧。錢小姐講得啱嘅，其實咧，我每年咧見到依個係無線嚟嘅。我見每年見到咁多朋友喺度排隊咧，其實我好感動，因為佢哋其實好辛苦咧，每年都排好多時間，所以我今年咧就特登將時間提早一個鐘咧，就希望大家朋友咧排少啲時間，咁希望早啲入場。咁同埋好多謝各位係好早起身，係咪？因為尋晚你大家做到好晏咧，咁啊，如果我哋冇咗各位參展商支持咧，咁呢個 show 亦都會冇而家。我哋咁高嘅規模啦，同冇啲發燒友支持咧，我哋都冇咁多人入場。咁啊，至於所謂軟件嘅趨勢咧，其實有一樣嘢大家都好認同噶啦，就係黑膠已經回歸。好似我哋呢啲黑膠發燒友咁咧，就見到好多黑膠唱片賣咧。頭先我都行咗一轉喺裏邊咧，如果大家係一個黑膠發燒友咧，咁你哋嘅荷包就有難啦，因為裏邊咧真係好多唱片賣，咁啊同埋咧亦都好多 CD 咧，就等住大家去大破坑囊咧。同各位洗袋嘅，我唔阻大家咁多時間啦。我哋而家就開始。啊，係噃，我哋唔記得多謝就我右手邊嗰啲香港警察樂隊，大家多謝佢哋先。因為冇佢哋一個咁好嘅音樂支持，同埋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俾發燒友去聽下咩嘢叫真聲，呢啲肯定係真聲，啱唔啱？好啦，我哋而家開始啊！啊，係喎，仲唔記得咗？阿錢大師，你多謝你啲管藝團，你啲小朋友每一年都每一年有比每一年進步。
咁啊，佢哋遲啲可以代替你嘅位置。好啦，咁我哋請所有嘅嘉賓咧，係上台一齊主持嗰個開幕儀式，唔該。好，有請各位參展商上台參加我哋嘅明來儀式。Let's welcome our exhibitors to come on stage and to join our opening ceremony. 手上面有支禮炮準備了喎。 Okay, let's get ready. Hey, hey. Okay. Please make sure don't point to your string there. Okay, I count one, two, three, next. Ready? Three, two, one. Thank you.